時光逆轉，即係重新介紹過一次嚇。時空倒流。其實咧，我以前咧睇過一出電影，叫做《時光倒流七十年》，即係佢啊，你哋有冇睇過啊？係咪好好睇？我覺得咧，嗰、那個情節咧喺八一年嗰陣時已經好特別噶啦，但係我最中意係嗰個。那個男女主角好靚喎，或者佢兩個一起咧，同埋佢嗰首背景音樂，佢嗰首背景音樂咧真係好好聽嗬。咁我有咗呢個靈感咧，嗰日去咗名都酒樓，我見到嗰度都係比較傳統嗰只飲茶啊，或者係嗰啲裝修嘅感覺，咁咪諗到咧，諗到呢個夜上海嘅感覺。我想同你哋一直穿越翻去夜上海個三四十年代嗰陣時咧，係好靚啊，好優美嘅嗰種感覺，好唔好啊？你如果得閒咧，嗰日仲買飛咯喎，我哋一齊食嘢，一齊聽歌，好唔好？一齊玩，多謝曬，買咗啦，多謝多謝。另外，我想多謝彭彭咁，係咪？多謝澳洲嘅朱先生。雖然咧佢唔可以翻香港參加生日會咧，但係佢都係透過 PayPal 支持我呢個活動。多謝多謝多謝朱先生，希望你睇到呢一段啦。多謝。另外，我想多謝南澳洲嘅李先生、黑太太、李先生、李太太。雖然你哋雖然佢哋不單止買咗我生日會嘅飛咧，都同樣透過 PayPal 再次給我支持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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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當然咧，現場嘅朋友都係最值得多謝嘅。你頭先等咗我咁耐，跟住落嚟唱歌啊，夜來香，祝你。